2015中国互联网金融国际论坛昨天举办，分析认为呢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为金融业发展插上了翱翔的翅膀。随着政府支持政策的不断出台以及行业内企业的开拓创新，互联网金融发展空间广阔。建议关注东方财富、乐视网、P2P、生意宝等个股。